陪伴了我们这多年的护理真的垮了个，说几个月的工资没还，员工全部来这边在闹啊，还有供应商还没来，这还是只是开始。几千人呢，把仙桃的这个交通搞瘫痪了的，看了的，这都警车来。对。4月3日至6日，湖北仙桃、天门、荆州等地富迪超市数以千计的员工、供应商以及充值会员发起了多次维权行动，以索回他们的工资、集资款、货款以及充值卡里的余款。在4月3日的一次行动中，仙桃市三友富迪超市的员工们一度阻断了交通，但随后被警察暴力驱散。警察打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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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迪连锁超市曾是江汉平原最大的连锁超市，其母公司湖北富迪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连锁超市的综合性企业，其业务包括日用品、医药品、生鲜农产品的销售，同时也涉及食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市场广告策划和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公司员工总数超过5000人。4月3日起，其在仙桃、荆州、天门等地的数百家分店相继关门闭店。好多人了这，这把是下来要宰的啊，还是搞么样的这？年纪轻轻的又倒一锅。